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晚上在此地讲经，讲到四十华严的本会。本会的经文比较长，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单元跟大家介绍。有这一次我们是从经书里面选讲，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够讲解全文，所选择的都是最重要的，特别是适合于我们现代生活人，现代人在生活当中应当要学习的。昨天晚上讲到一段，是世尊为我们说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是种种心量，这是很复杂的一个现象。种种不同的心量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总而言之，不外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不同的心量。可是诸位要晓得，心量原本是相同的，佛法里面常讲心包太虚，量州杀界，这是我们本来的心量。诸佛如是，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无疑不如是。这么大的一个心量，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么小？这么单纯的一个心量，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复杂？这是要我们深深的去省思的，去反省呢，去思量啊。你说原本的这个多自在，原本的心量显示出来的境界，就是大经里面所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的作用在本经叫佛华严，在净土叫极乐世界。我们想想这些名词，这是我们本有的，正如马明菩萨所说的本觉本有，一真本有，极乐本有，包太虚周沙界本有，诸佛世尊对一切众生的教学没有别的，无非是教人恢复你自信本有的而已。所以佛说佛不度众生，
佛没有能力帮助你，是多听一点没有啊？完全是恢复自信而已。我们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不肯好好的修学呢？要知道，恢复本性，那才是大圆满、大自在啊！他的圆满，他的自在，他的快乐，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自信本来具足的。阿弥陀这个名号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量啊，心量无量的，智慧是无量的，德能是无量的，才艺是无量的，寿命是无量的，享乐是无量的，没有一样啊不是无量的。而且这些无量啊，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不是向外求的。所以佛法叫内摄，向自己真心里面去求啊。你能够恢复自信的无量。佛家的名称呢，就称你做佛，称你做菩萨，称你做法身大士。你迷失了自信的无量啊，叫你做凡夫，叫你做众生。那么由此可知，整个佛法归纳起来只不过是迷雾的问题而已。所以佛法的教学目的有三个。第一个目的是教给我们断恶修善。这是最初方便的学佛入门的手段了。你一定要做一个善人，希望你做个纯善之人。善心善行能够助长你开悟，能帮助你觉悟啊！那么这个善的是要清净善、纯善啊，恶心恶行决定是迷惑，决定不可能开悟。清净的善心善行帮助我们开悟啊！破迷成悟，这是佛教第二个目的。你对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啊，逐渐逐渐明白过来了。明白过来了啊，这也就是俗话讲啊，你有救了啊。这个有救的意思，你有可能
脱离六道轮回了。你有可能脱离十法界了。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边缘上。有时候醒过来了，但是醒过来的时间不长，保持不久。明文立阳五欲六尘这个境界一现前呢，立刻又迷了，又回去了。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象啊。这个现象虽然不是什么成就，但是也相当可贵也。我们冷眼观察这个世间，有几个人在一生当中啊，能够觉悟个一次两次？像黑暗当中啊，放出闪电的光明，虽然极其短暂，毕竟是光明，毕竟是非常可贵也。我们希望啊，这种闪光啊，能多闪几次。闪光的密度啊，越来越多。光度啊，越来越强。这是好现象啊，好征兆啊。那么有这样才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唯有真正觉悟，真正明白，才想啊学佛菩萨啊，真想学他啊，真想学，你就能真成就。诸佛菩萨是人做的呀，而且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事实真相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问题就是你肯不肯认真。下莲居老居士在净语里面所讲的真干，只要你肯真干，一生当中能成就啊。华严经中师尊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善财童子一生成就。法华经上也有个例子，龙女八岁成佛。世尊举出这个例子，就说明我们这个世间人行啊。他为什么举的是童男童女？这个意思我们要懂的。举童男童女啊，就是表示啊，用什么心才能成就呢？赤子之心。小孩的心啊，还没有受过污染呢。不受污染的心就能成就。所以不拘成年人。道理在此地。可是现在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小孩还不会说话，已经被污染了。坐在电视机的面前，两个眼睛看着电视荧幕就被污染了。
可是我们要晓得释迦牟尼佛教学真正的意趣啊，什么是不受污染的？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不污染了啊，与一切法里面还有好恶啊，还有喜欢的，还有讨厌的，你这个心被污染了。你不知道事出世间一切诸法了是清净平等的，你在这个境界里面起好恶的念头，起爱憎的念头，起控制的念头，起占有的念头，严重的污染啊，我们要学习诸佛菩萨了。诸佛菩萨那个境界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华藏世界，在往生经里面看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美不胜收啊。那些人享不享受？享受。这是告诉我们，可以享受，不可以有妄念。也就是说，他们种种享受，他没有控制的人啊，没有控制一切人事物的意念，决定没有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念头都没有，何况是行为呢？所以那个叫大乐，那是真乐啊！我们这个里面，无论是乐也好，是苦也好，都有控制这个意念，都有占有的念头跟行为，那叫造业。他们不造业，由此可知，起心动念想占有，起心动念想控制，这就造业。造业，决定是恶业多，善业少啊！什么叫善业？偶尔、短暂的。把那个控制占有放松一点这就善业了那个时间很短暂，这抓紧一点又造业了，又恶业了。善恶无非如是而已所以佛才讲三恶道是六道凡夫的老家了，三善道是六道众生出来观光旅游时间很短促我们细想想有道理冷静仔细去观察佛所讲的确实是此时真相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要求觉悟，一定要学佛，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最佳的榜样我们学佛一定要以释迦牟尼佛做一个基础这是我们根本的一个模式然后你有了定力了什么叫定力呢？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
逆缘、逆境不生烦恼，善缘、善境不起贪爱，这叫定力了。有定力，自然就有智慧。智慧就是一切通达明了，这样就可以学菩萨行了，修菩萨道了。菩萨道里面所谓道，实在讲呢，就是存心的大菩提心的，这个心是大慈大悲。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无条件的。你有这个心，还要有行为。如果没有行为，你这个心呢是空的，心跟愿呢都是空的，必须以行为去落实。行为是菩萨行，菩萨行在一般大乘经里面讲了六条，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在华严经讲十条，华严说的详细，说的圆满，其实六跟十内容是一样的，十条归纳起来就是六条，六条展开的时候就十条，那么十条的时候把般若展开，前面五条相同啊，般若这一展开般若是根本之，根本之起作用的时候叫后得之，所以有方便、有愿、有利、有智，那是后得之。后得之是智慧的作用，用在哪里呢？还是用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说六条呢，般若里面是，那通通都具足了。十条只不过是把般若智慧详细说明而已，由此可知，六跟十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要真做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你做什么就是做的六波罗蜜。波罗蜜是梵语，翻到中国的意思圆满的意思，六种圆满，布施做得圆满，怎么圆满呢？无条件的、不着相的，就是圆满。如果我们在那做还执着，我做了多少好事，这个不圆满。做了之后啊，决定不执着。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
不要执着我做了多少好事，也不要去执着别人得了多少好处啊。譬如布施，你才布施，哎呀，我布施多少钱，那个人接受了多少啊，这个不圆满，这不叫波罗蜜，只叫布施，不叫圆满啊。圆满一定叫三轮体空啊，无我相啊，无人相啊，无众生相啊，还得无受者相啊。布施立四相，持戒也立四相，忍辱也立四相，精进也立四相，禅定也立四相，般若就是立相，这叫波罗蜜啊，这个叫圆满呐！啊，希望我们同学们要细心去体会，要放下自私自利，念念为社会、为一切众生无条件的服务，尽心尽力帮助法界一切众生，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啊，向诸佛菩萨学习，决定得到一个殊胜的结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